他们当中呢，有的是因为冰雪路滑导致的事故，湖面被冰雪所覆盖，湖面大面积被冰封的情况却并不结冰的情况告诉我们呢，现在气温真的是太低了。湖与湖之间的落差较大，水流较快，北美五大湖区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。I think it's beautiful, but I'm cold. It's cold out here. 这几天的低温还给普通市民的生活带来影响，学校停课，政府机构停止办签证、开证明都不行了，法院甚至都停止办理案件，大量航班。被发现冻死在公司门外的雪堆旁，一位69岁的快递公司的邮递员。好，我们最新了解到，芝加哥的有关机构甚至调来5辆大巴车，作为临时避难所，供给无家时能见到蜷缩在帐篷中的流浪者，交公交、铁路停运。毫无疑问，